快先吃点吧。吃，要吃，等一下。CEO 好细心，什么话不说？嗯，把事儿全做了。嗯，把事儿都。给你搞点不太辣的，你要想吃你自己加一点。今天菜都稍微有点辣。哎，那个小梁，你把那个拨一拨，把这个放中间再烤几串。哦，你说那个什么是吧？我来。他俩现在换了，嗯 ，CEO 现在变成了之前的俊良，以前这么主动的就是俊良嘛，对吧？想吃蛋糕，拿出来。吃一小块吧，吃一小块吧。来，给他吧。没事，你先吃吧，你先吃。先吃吧，来，煮一下，然后。来，谢谢。教梁，那就报一下教梁。啊，俊俊梁。这会儿敏感期可不能叫错名字啊！来一块吧，来，给你两块，刚那块有点小。没事，Thank you。